要做一个全世界最 top 的特务不是最难，最难是不被人知道。我有件重要的任务，我是说家务瞒住啲仔女，我肯定他有嘢瞒住我哋。我哋今次中计啦！嗰班骑呢关乜水？请立即进入紧急密室。碧琪思索，我是个特务，唔好同我讲笑啦！绝对唔系讲笑，只狗讲嘢啊！俾个五个啦！防守模式定攻击模式啊？你都系先喺防守模式好啲。而家我要喺你哋身上抢走世界上所有时间。我哋需要一班救星。呢度系非常小特务房。哇！关键力量啲细路咧分咗，掌握喺佢哋手上。佢哋究竟喺边？今年九月，爆吹特技。冒险启航，我想呕。有袋，千祈唔好呕落我啲毛度。你睇过三 D 立体电影？而家免费俾你多一种体验，四 D 免费香气震撼。呢啲咩味啊？运用你手上嘅香气特务卡，启动装备啦！啲细路见到一定开心到飞起，非常小特务决战锁匙狂魔，眼光光想办法啦！攻击模式已经启动。我超叻咁样，九月29日开心献影。